直接就是被单杀了呀，不快呀！ 老鼠上去了。 哇，他这样子玩吗？哇，那确实有点屌啊，这样子玩。 还真给他捡到了一个击杀和一个助攻了，所以说他屌啊，他输好了。刚被抓还是单杀两次。 给他瑞尔杀了吧！这不是实战吗？那这下我也要动真格的了。 应该打不死，他还是有打 W 的。我想成为英雄的人。能吃上我这一招吗？
现在都在干什么呢？妈妈，又被单杀了。虽然上路对现在上路对游戏的影响不大，但是一直被单杀，那影响就大了。我真的足够强大吗？是的，一直被单杀，那影响就大了呀，那不得不大了。希望他顶得住啊，但是有点难啊，人家已经成装了。小影魔刀打日炎，打好吧，伊泽瑞尔，保持冷静，发动你的感知力，你的能力还不够稳定。这个是真的，知道这只护手还有什么其他功能？
全靠我了，我会让他失望。支棱起来呀，诺手哥，你别再被单了。哎呀，这把很难，我跟你讲。正常，只要他正常对拼啊，发现诺手打到后面绝对比扎克有用。这把诺手是好发挥的，对面又不灵活。这对面瑞啊，扎克的进来，小丑永恩的进来，不就是送血路的吗？啊。还行，大小丑给我死，散，然后他那个补一波发育。哇哦，好高，哥们他这个有点，我好像有点没办法呀，他这样子，他这也太肿了。他这个跳真太有实力了，他直接预判我弱点的，要不是泰坦第一个 Q 就帮我兜底的，我直接死了。有点变太肥了，主要是正常他这个不会有这个装备，应该已经死了。对，正常的话扎克没这个装备，他第二个一技能打不出来就死了，就太肥了，肥的有点夸张，我勒个大豆。在后面点，我老实了，老实点。我真老实了。
给吧，那就给吧，都打死的。我得先穿甲摸，对啊，那我这阵容好像这扎克需要我先出穿甲，我好久没有第三件出穿甲。哎，我们有没有大龙的说法呢？我是要成为英雄的人。那粑粑人开团太远了，我他妈害怕呀！妈，他点燃啊！哦哟，帅！
这么猛啊！对，直接给我们死哥砍了，这永恩哥，这直接拿下了。抢菜一点。负责修的吧，十丈多想在外面上哎，他妈的，怎么进去 ADC 的扛塔？不是哥们，没人扛塔吗？然后我跳进去就我扛塔了，这人前刚刚多少个人啊？点将，然后全是人，然后我一进去就我扛塔了。我有好猛的粑粑人，我还得死。哎，但可以，好像可以不刷。对，我要复活了。慢点刷吧。有朝一日，我将完全掌握我的能力。我吃个红药吧。这一波基本上可以说决胜团，对，这波基本上就决胜团。
说了，这送血怒的。都说了，对面这几个是给诺手送血怒的。你看这诺手作用不就来了？打到后面，这把阵容诺手就是好发挥啊，这阵容选出来。收收收！